头顶不舒服，头顶不舒服，我现在看到刚才，上午看到的那个非典啊，退的比原来远点了，退的比原来远一点以后，就眼前比原来，清晰一点了，没有那么强大的压迫感了啊，之前，那个压迫感，很强烈，当然比前几天，要缓和得多啊。现在退得远一点了，退得远一点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过来了，又过来了，又过来以后，到我头顶后面以后，然后那边斜路了一下子以后，又回到原处，在那边，待命了啊，好像这个飞机不在那个现场啊，怕在现场有点可能怕其他的影响其他的吧啊，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大，怕影响其他的。飞碟之类的啊，那当然小飞碟下面还有啊，它这个特别大，这个飞碟特别大啊，就是在远处看着啊，有时候也到现场去看，转了一圈，又回到远处啊，现在的状态是这样，好像在那个戒备的啊，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